妹，看蓝妹现在多胖，绝育完以后不知道怎么了，非常能吃，又要吃啊，又来要吃的了，这个咋整？刚才不是刚吃过酸奶吗？嗯，我现在等一会儿啊，那胃吃坏了咋办？看胖虎老实的，大宝，刚才干什么坏事了？这是你干的吗？那种的猫草刚长出个芽，然后就咬掉去一半了。哎，是你破坏的吗？啊？哎呦天，妹妹不是吃的，瞬间冲了过来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你？你打妈妈了你反了？主要是这段时间蓝妹她脾气有点怪，她老是一见到他们过来她就凶，然后她有点紧张，想防卫了。蓝妹，那一天怎么这么饿了？大宝，你妈妈你都敢揍了？看你那小包子脸越来越圆了，我看看。哎呦，这小包子脸越来越圆。你再给你弄点猫粮吃，好吧？坐等啊，坐等。这干嘛？妹妹，小粘人儿，我这一躺像小美猫美人一样，睡美人儿。看他们的侧脸可漂亮了，先吃点猫粮可以吗？嗯，碗都在那边消毒呢，你先到这儿先吃着吧，看吃不吃。你看他，好，先到这儿先吃点吧啊，吃点等会碗消完毒了，然后煮点肉一起拌着吃。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胃口这么好。大宝啊，上来不？你也饿了？这说上来不都上来了？哎呦，这还跟一个，指甲绞了，上不来了吧？这胃口好吃，慢慢香啊！你一天，大宝啊，你是饿了还是怎么啦？在这也等着，大宝是玩一会儿想起来了吃一点儿，以前都是放在地上让他们吃，现在有小猫了，不能吃大猫猫粮，所以说定时给他们吃。你小吃货也上来了，大王子你怎么上来啦？嗯，哎，妹妹现在就这样，所有的猫都厉害。妹妹，那是你儿子吗？这是长大了，让自立了。你妈妈说别找我，自己找吃的去。很优秀，大王子啊！妈妈揍一巴掌，脸兮兮的。哦，吃肉肉，好，下去吧，你弄肉肉吃啊。胖成球球了，胖虎啊，